菜鸟啊，前凤凤。副总统赖清德一开口就是流利客语，端午节好应景，学习客家粽该怎么包。好，被你发现了。对。想帮自己肉粽多加点料，结果立刻被老师抓包。我今天来示范大胃王。保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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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重。赖清德忍不住连吃三颗粽子，直呼用行动证明好美味。客家妈妈则送上祝福，包粽又包粽。不止赖清德抢空战声量，柯文哲也很尽力。 找来反骨男孩，全身酷炫等人合体跳球服舞，上传短短15小时，超过80万点阅率。但也引来两极评论，有人说两个都喜欢，也有人回应喜欢阿贝，但这团先不要。支持阿贝，但合作团体要选一下，这团素质低落，不是一两天。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则选择端午节这天，一早9点直播，用比例弹。 还隔空跟对手喊话，要不要让一天说侯友宜动算？尽管现在支持度垫底，年轻选票更是被对手狠甩，但侯友宜喊话自己开票那天会动算。三人进来经营社群力道加强，都盼在年轻选票中争取更多记忆点和支持度。三立新闻陈俊杰、周淑君台北报道。